大家好，我是 Scofield 啊，咁今日同 Peter 出嚟啦，嚟到廟街，咁啊好多謝 Peter 咧，就幫我攞翻部 Leica Mini 啦，咁啊整翻好啦，咁啊今日出嚟試下睇下 work 唔 work， 咁咧另一邊箱今日咧就會同阿 Leo 啦，咁啊一齊出嚟嘅，咁啊 join 咗 Leo 之後咧，我哋就會去西九龍啊，西九龍咧最近有個 artwork 咧就係做極光，咁我哋睇下咧個極光咧點啦，究竟逢唔逢啦？咁啊，而家咧自由行通翻關咁啊，廟街開始多人啦，多人食煲仔飯，多咗夜影，咁啊而家下轉先。出發之前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 同埋撳埋個鐘仔啦，咁可以支持一下我，咁啊去多啲唔同嘅地方街攝，拍下片俾大家睇下。我哋咧去西九龍啦。我哋嚟到呢个西九南文营啊，都几有呢、这个中秋嘅气氛，喺度 camping， 亮下灯啊，霹雳啊，都几开心。呢啲唔系极光啊嘛，唔系因为我睇 YouTube 咧，啲人都唔系影呢啲嘅，可能系啊，呢度我觉得系其中一件 work 嚟嘅啫。
好，我哋而家咧行紧入去啦，揾咗好耐啊！哇，终于见到呢个极光嘅会场，但系极光就仲未出现，我啲烟喷噶啦，唔知道大家见唔见到暗得真？诶，嗰啲咪极光咯，嗰啲啊，见唔见到啊？见唔见到啊？嗰啲咪极光咯。哇，好正啊！哇，山脚有丝蛙啦！哇，嗰啲就系极光啊！山脚有丝蛙啦，有紫光啊！拍攝極光的第二日，我就帶班學生嚟翻西九龍啦，去拍一啲 QF 課程的作品相嘅。西九龍的日頭有另一番嘅景象啊！希望部 mini less 唔好再坏啦，咁啊已经整咗好多次啦。咁啊意料之外，影极光咧，我冇谷冲嘅情况下 ，Lumo 400都影得好靓，跟住手持啦，所以 Leica 呢一支 2.4 镜头真系好劲啊！咁咧最近我 MAFA 个 program 咧就嚟毕业啦，咁啊准备紧毕业作品，画紧画，咁所以咧都真系冇乜时间出去介绍。咁我希望可以争取到两个星期出一次片俾大家睇下啦。咁就嚟紧嗰套片应该系旺角街摄嘅，咁就系同阿 Peter 去探一条路，咁咧就系影香港嘅霓虹光。咁就因为咧同一间旺角嘅酒店合作啊，咁就带佢哋嘅住客啦一齐咧去漫步下，影下香港嘅霓虹光，石果仅存嘅霓虹光馆啊。咁啊系啦，到时记得留意啦。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